感谢送出的粉丝灯牌，谢谢。不是我们张木水就乖乖。哇，你是怎么是张木水？就是包机上怎么是木头上的？早上好，去过去看过了，但是我姐说那边只能待一个，然后她说让我待在这边，然后我就待在这边了。你们都吃完饭没有，家人们？今天过年了，祝大家新年快乐啊！新年快乐，就那意思。我带咱们师傅他们，那是上面的是不行嘛，可是你们那大飞呀就怪。你可不看？啥？反正他妈那弟弟这是什么？那不也是么？你们这个丈夫大了，你起码搞好点么事情嘛，对吧？还是这样的，不能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能不行。你妈呢？我妈去打工了。我妈去打工了，家人们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2024年，大家一路在2024年一路发发发，好吧？哎莫，你在哪里？我在那个啥，在舅家呢。新年快乐！咱们赞点上来，家人们，咱们赞点上来，感谢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你们那里不过年吗？我们是彝族，我们早就过年了呀。我们不过年，我们就过个小年。奶奶住院了，我知道，我去看过了，家人们，我去看过了的，好吧。其实你们不知道而已，只是那个医院他说只能照顾一个，就是我姐说她照顾嘛，然后让我回这边。你怎么离开去了？多好看不好看呀？感谢送出的粉丝灯牌啊！咱们粉丝灯牌点起来，家人们没点粉丝灯牌的，咱就点那个粉丝灯牌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谢谢！你们那边很冷吗？很冷，今天下雪了。我们今天下雪了，好吧？这里下雪了，今天早上，昨天天气还挺好的，今天一下子就下雪了。哎，你去帮。我姐说她照顾，她不让我照顾。你们家谁病了？奶奶生病了，家们。奶奶生病了。你瘦了很多，我差点认不出来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还是跟以前一样，我不瘦，我没有瘦。跟着你个是贼子变呀。我哪里来的老公嘛，大哥，爸爸妈妈们不要乱说话嘛。哪里来的老公，都没结婚呢，是否有点严重？还好，家人们，我姐在照顾啊，你们放心的啦。相亲成功没有？没有没有，我没说相亲啊，他说的是那个啥呀，之前跟你们说好的呀。早上应该没有人啊，大家都去忙了。然后今天不是过年吗？然后昨天也没直播，然后今天就给你们直直播，然后跟你们聊聊天。你好秀没人要，哎呀，没人要就没人要，对吧？有叔叔阿姨哥姐妹有在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有叔叔阿姨哥姐妹就好了呀，对吧？没人要就没人要呗。我姐嫁给谁也不是你管的，好吧？我姐嫁给谁你管那么宽干什么吗？那就当然要很健康快乐。好的好的，新年快乐哦，家人们。你们过年应该很好玩吧？去帮姐姐一下，我姐她说她自己一个人照顾就行了。我的眼睛都肿了，家人们。最近奶奶也生病了，睡也睡不好，吃也吃不好。睡也睡不好，吃也吃不好的，哎呀，你以为呀、啊？你以为我很好玩吗？我也是吃也吃不好，睡也睡不好的，知道吧？我也操心，知道吗？现在长乖了，谢谢。没事，咱不用理黑粉啊，好照顾你外公。好的，谢谢。祝大家在这里，祝大家提前
给大家拜个年了。奶奶，你看这个没有？你跟你去看看，看了看了啊。阿姨，你在哪里？在舅舅家，越来越乖，谢谢。我的眼睛都肿了，你们看，我睡也睡不好，吃也吃不好的。你们以为我好好玩呀？怎么可能嘛，对不对？妈妈在吗？不在。把灯点起来，今天怎么回事？大家都去忙了吗？什么意思？阿姨莫也漂亮不漂亮？漂不漂亮都无所谓的了，对吧？我感觉我这个电话，他人上不去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我这个是旧手机，然后我那个新手机在充电呢。有年头电话，手机没有了也一度过。也。我俩手机没有了也。哎去了，看过了，只是没有那个。拍给大家看而已，这些都没必要，不知道吧，家人们？我就没有，也染了个头发，家人们。这不年轻哇？比之前那个好看多了，反正。感谢做出粉丝灯牌，谢谢。天哪，我眼睛都肿了，我眼睛也肿了，我嘴巴也肿了，我嘴巴都干了，就是太干了。那我边你不要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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